伴随着嘹亮的军乐声，编队舰艇缓缓驶离码头。第41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苏州舰、导弹护卫舰南通舰和综合补给舰巢湖舰组成，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，特战队员数十名。任务准备期间，编队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科学筹划，周密组织，细化完善方案预案，有针对性开展舰机联合搜救、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被劫持商船等科目训练，进一步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。航行在远海，训练在远海，战斗在远海，编队全体官兵坚决完成护航任务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。